汇公司去年营收陆续出炉，真的是天壤之别。金控和电子是大赢家，像是鸿海营收4.91兆，年增率超过了6%。金控大成长，华南银董事长林明成就说，自家李专年终可以上看38个月，领的可能都比董事长还要多。而汽车业的营收也创新高。用钱。 去年底，丰光搬进信义区总部，华南银行获利创高，李专年终也很亮眼，最高上看38个月。第一银行也透露，即有李专上看30个月。明年加薪的幅度会比今年更好？应肯定是应该是比今年好了啊。 不止李专年薪渴望超越董座等级，华南银行整体员工年终加红利平均7个月，最高上看15个月。 4.2平均啦，当然有一些好的话可以到6-7个月哈。才在大陆舞台唱跨年，周董又现身上海，跟纳智捷汽车合体，摆出帅气 pose 拍广告，天王代言费行情价5000万台币，车市旺，严凯泰砸钱也不手软。我现在还没有仔细算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是应该不会太差。 车厂双雄营收各自创高，玉龙突破1200亿元，和泰车更冲破1600亿，年终固定3个月加上红利奖金，想笑领10个月不是梦。我们就固定年终是3个月。 写下记录还有他代工iPhone、iPad 加持。鸿海2014年营收高达4.91兆，年增率超过6%，创下历史新高，蝉联制造业龙头宝座。不是只有鸿海，整个苹果的供应链年终奖金。 应该都会高。各路人马抢人才不手软，纷纷拿出后年终，先给员工好心情。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。